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再度登场的晋城合唱团。晋城合唱团再度的登场，他们要为您带来两首外文的经典合唱歌曲。带来的第一首是意大利籍的歌剧作曲家威尔蒂的成名歌剧《拿布果中的奴隶大合唱》，飞翔吧，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以纪念威尔蒂200周年诞辰。第二首呢，他们带来是一个具有爵士风格的宗教歌曲《爵士荣光颂》。这首《荣光颂》原本是欢庆耶稣基督诞生的天使之歌。我们现在再一次掌声欢迎晋城合唱团的再度登场，谢谢。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指挥庄敏仁博士，伴奏张雅婷老师，以及为我们演唱的晋城合唱团的朋友们，谢谢。
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是一个爵士风的宗教歌曲《荣光颂》。在这首歌曲的同时呢，将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舞蹈系黄君伟老师所带领的舞蹈系同学们所组成的舞群。这首歌曲配上这样的爵士风格的舞蹈是别出一帜的。我们掌声欢迎《荣光颂》的演出。他们带来的这首曲子，感谢指挥庄敏仁博士，伴奏张雅婷以及黄君伟老师，还有击鼓的于云轩老师，以及晋城合唱团以及台湾体大的年轻舞蹈朋友们，真的非常谢谢他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卖力演出，这种音乐跟舞蹈结合的形式，在我们常见的这个传统合唱形式当中是不同的。我们也很期盼能够让在座的各位能够耳目一新，也请各位呢能够多多给予指导。